10月19日，株式会社 Kala 的官方推特公布，新福音战士剧场版的声音收录工作已经全部结束。旭方惠美也发布了相关推文。根据推文内容，似乎定真次依然会有大叫的镜头。在今年2月份，旭方惠美曾表示本片已全部完成收录，但可能还有要重做的地方。而这次由 Kala 官方公布的是全部后期收录工作正式结束。1998年上映的电影《Revival Evangelion》通过了硬轮审查，指定理由中表示这是为了与影院再次上映。电影分级为 G 级，所有年龄段均可观看，时长2小时40分，与98年的相同。配给会社为东宝。《Revival of Evangelion》最初于1998年3月7日上映，是新世纪福音战士系列的第三部剧场版，由 Death and Rebirth 中的 Death Panda 再再修正版与 AL 真心为你连接而成，被认为是新世纪福音战士剧场版本来的形态。由于片长较长，在中间加入了休息画面。以融入日常的福音战士为概念，从2008年开始的福音战士官方企划 Videva 的首家实体旗舰店 Videva Store 于11月22日迎来一周年，店内的墙面插画更换为米山五星会一周年纪念插图，为纪念开业一周年，还将赠送 Videva 原创款式集幻式卡牌，包括有米山五的插图与石川健太的插图等，一共有18张集幻式卡牌，其中3种有着不同于一般卡的特殊设计，每消费3000日元将随机赠送一张，消费25000日元将可获得完整套装。同时，运动潮流品牌 Villa 与 Videva 的合作第二代运动鞋系列登场，全5种款式均附有刻印有组织标志的黄铜吊牌。新世纪福音战士的16件插画周边商品将于12月6日举行的福音战士 Wonder Festival 内发售。包括有使用了高精度彩色输出技术 Primo Art 的表框复制原画、亚克力板以及 B3 挂画。秋叶原电器接济与福音战士合作，将有4个赠礼活动，将抽选100人赠送10000日元购物券，并抽选5人赠送 Eva 周边商品套装。在指定店铺购入500日元以上商品，将可获赠福音战士原创文件夹。添加秋叶原电器接济 LINE 官方账户为好友，将可获赠福音战士原创明信片。在部分店铺购入500日元以上商品，将可获赠福音战士新剧场版场面图贴纸一张。众筹平台 MyCracky 上诞生的热门商品分别与福音战士的3个品牌合作。以福音战士的力量与运动感为概念的运动品牌 Eva Sports 与诞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、以在城市中愉快散步为想法的 Elos 合作，推出合作滑板共3种款式，还包含滑板工具与 MyCracky 限定展示架。加入了福音战士的世界观的电子竞技品牌 Evangelion E-Project 与2019年问世的超薄泛用设备型支架装置 Moft 系列合作，推出 E-Project 款式手机支架全5种，笔记本支架全4种。将福音战士的世界与现实赛车运动融合的 Evangelion Racing 与瞬间调光太阳眼镜 E-Shades 合作，推出初号机、二号机机体涂装限定款，在眼镜侧面分别有初号机的图标与 Eva Racing 版 Nelvo 标志。12月8日起，福音战士新剧场版与 Granif 合作周边商品发售，共推出5款合作 T 恤。来自出品橡皮章杂货的 AP Lily， 福音战士新剧场版驾驶员橡皮章登场，共5种款式，限定贩售可以在留白部分加入文字的服务。来自株式会社综合 Media 智能喷雾飞机树形自动消毒液喷雾手指洗净器福音战士款式登场，有插入栓与文字版2种款式，在 Eva Store 店铺内作为消毒设备设置有实体机。以上就是本次的全部内容，感谢各位的观看，有什么想法的话请留个评论，让我们下次再见。